林杰，我们希望你可以回到同宗和医院。我承认之前调职决定，现在证实是错误的。我后来才发觉，院长，事情都过去了，我很感激您亲自来找我回去。只是我在这里还有几个重要的病人，暂时还不能回去。可你不能老待在这个小地方啊。 否则你的医术会不知不觉地生疏的。院长不用担心，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哎呀，林奇，院长，您不用再说了，我已经决定了这件事情。嗯，如果你能帮我一个忙，我就帮你说服我姐姐回你们医院。哦，什么忙？你可以帮我朋友做一个手术吗？ 高雄，哎，手术很成功，谢谢。一定是你的求生欲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现在你和小莹都欠我一份大人情。 在欺负一个刚从鬼门关里被救回来的病人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话了，省点力气，不然等一下你的伤口崩开了，又要麻烦医生他们了。哎，嗯。